这鳕鱼的头刀肉，这拢无饲，几包拢肉尔，这一包斤半，这两包三斤，我若一斤讲两包三斤，买六包，唔免三包了，一包搁三斤，四斤三包了，有人要食蒜泥无？龙虾，啊，再搁一个哦，有人要食蒜泥无？四斤三包尔，最好食。这两个哦，你甲倒做两袋三袋，搞一包鸡蛋黄酒落去煎，大你个哦，真正好食啊！要不要来炒饭？最后这个沙发要来哦。啊，是你唔好买过，要四只一百嘛，我见你买一百嘛，我见都无啊，这先把面条好啊。包。哎呀，罔买尔啊，我见我一百块尔。一百只好啊。最后一百啥要买啊？美女。大概。啊，无啊。无啊，好你啊，伊要黄色的。买啊，买一箱就好个，买几箱。无人啊。啊，做你也收一包，后边搁寄一包去。哎，几啊条布个？来，美女，谢谢了。来，过来买个啥物？我搁啥物都好像点菜哦。哎，鸡腿包我嘛袂歹，这个拢好。你鸡腿卷袂无？鸡腿卷嘛袂歹啊，萝卜糕嘛袂歹啊。拢来啊！你要食萝卜糕啊？白手白脚也卖好啊。啊，无人个，在怎啊？啊，看起来买个啥物无？哎，你有买只萝卜糕无？等下我只五百。啊？五百。五百伊个。五百块个，五百块个。生活，生活，生活，这结账。自己结账，人家买个生活，这不重要。当你要六点钟个账来啊？今日到早起，哎，两点。我叫你看，有啊，我今摆拢大家好，走我个票来。这种个。好，一千，来掏钱啊！你有哪要食这个？185的板腱黑呢，四包里还一千，你做好起来哦。不然要食板腱黑呢，好不好？有啊、喔，会大讲真实，要讲用心的呢。我之前甲你介绍黑尾一下，把你也食了 ，OK 不？还好，还好。还有买了多啊。对，还佫有啊。后买了济啊。啊，对，伊买足济货，后尾人家拢好落来。我是我，我甲你推销一家，我迄日我买。无要叫你买，是讲要甲你分分。我印象中你一家甲我买真济对。对。无是袂歹食。哎，啊，迄位小可好食。因为定定啊，迄包。哎呀，伊迄包啊，毋是就煞伫迄弄个。啊，恁有人要食这无？无价无错，无价无错。你有哪要食鸡腿卷的无？对，现在看买啥？这鸡腿卷有哪要食哦？三百二啊，我变200了好啊。四条、你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，这两条搁三二十条，这加你讲有哪要食无？200块尔。对了。八条。有哪要食鸡腿卷吗？阿姨咩啊？两条。两条、四条、六条、八条、十条，最好食啊！你中秋买当虾吗？你中秋来虾嘛袂歹。美女，来讲买啥？你买的是啥物汉堡哦？还是米糕？有人要食这个百分百原肉的，百分之百原肉，真真季节了哦。一人给两包当然，唔免500嘛，唔免400。这个百分之百鸡腿肉啊，300有人要吃啊无？一包搁送你300，一包搁送你300。一包够哩，一包够哩，300有人要吃无？日式鸡腿块，300块尔。啊，这边。我拜。好，谢谢大，感谢你啊！来，过来，你要吃什么？来，小妹，海瓜子啊！哦，海瓜子啊！过来，你要吃什么？牛二两鸡腿。有啊，牛二两鸡腿可以吃。牛二两鸡腿。啊？春光。春光还有啊。春光还有。我带一个要喊包，还要买呢。300了，好不大？打头前做，做你分袂起做，头发嘞你无甲我报，我想要后边来分两支啊，分啊，哦用咩啊？哦，我想话你头发嘞，我想分两支，那我来拍照。四支，五支啊，反正啊加皮咧会好食吼。来，这边啊，300了，你要食迄个啦，帝王蟹放起起来啦。
啊？吃一下嘛，我给你看一下。今天啊，嘿，当吃啊？你客户一家，吃看嘛，你套几多当吃？你有没爱不？要不要试吃？啊，你有没爱不？爱我介绍不？哪个还要吃啥？再个唐扬鸡腿块啊，啊，这边一包哦，两包，那多少钱？要两包。你放阿娘有搁点袂无？搁补了，搁补了，补四支恁遐，今仔放搁够个，今仔放搁够一个补四支啊。有人要食唐扬鸡腿块无？两百了，这是鸡腿肉，很好吃。有啊，来，阿姨哦，阿姨。阿姨哦，大哥在叫你了。无啥物吵无，应该是餐地足济啦。正常餐地足济，咱来安尼啊。你要食白带啊？白带较客气，现捞的。我来卖凊彩卖。我先点一下放阿姨，等下放过来，恁爸搁下伊啊。阿姨，你要食白带三百了，好不好？三百呀。嘿，这现捞啊。三百几块。我甲你用，你看。哎，你当着刀啊无？这个吼，你也要抬足简单嘞，这免大支刀啊，这小支的就会使啊。你就啊当着头剁掉，买只剁掉，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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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切，用一个大锣啊包个，平个恁同要食酥盐蒸，足好食啊，三百了。我只要搁送你三百，只要搁请你三百给你，只要搁你四百给你，只要搁你，伊那个升价钱我也做优待，只要搁来，这老尾总计三百三百只白带鱼。来，超级。有人要食白带无？三百。拢有啊、哦，阿姨，我只买搁请恁，我只买搁送恁，你唔免考虑啊，八买总计三百了啊，拢啊给我，真正要阿姨欢喜个。老这边嘛侪哦。现捞啊，现捞啊，这上甜啊，只买存三四十块，等一下我马上卖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两下侪哦，两下啊，两下。八买三百块，两买哦，这现捞啊上甜啊，三买啊，四买啊，三买尔。哪两个啊？五本、六本、七本、八本，来三百，我加一块钱。个人要食白带吼，一本、两本、三本、三本、四本。个人要白带无啦？两个。八本给你啊，三百尔。有人要买四百八五的无？吃袂完的嘛，无要紧啊！你要买等于真无啦。我不吃啦。啊？好啦，我刚收起。这啊肥哦，这偏哦，吃你刚刚迄个有点袂啊？迄个阿叔你起哦，小华甲迄个阿勋，无要喷的哦，喷的帮忙搞到起。这叫偏哦，坚决爱吃的人客，唔免一千八百三百我了，三百块上面就腾五的坚决，三百了。要谁啊？来三百块上面一个三百块，这你爱买就够甜的。三百上面一个平和姜姜贡啊。我刚才介绍伊唔拢无去听。我拢卖伊啊，钱拢收当来，物件人去包当去啊！你讲你无你听，安尼三百块啊，你无去听？三百块可以买啦。无你算买啦，你叫我客安尼三百啦。非常便宜哦。我这两面菜只啊，你睇伊啊，可能安尼三百块。哎呀，新疆要炒都可以，随便你煮。我回去就是冷冻还是？一定要冷冻，一定要冷冻。要冷冻。哎，你也是无冷冻下伊，咩啊弄就一定要冷冻啊，三百包贵。行，过来别上。弄会长啊，哎，都可以。你那青菜就那边，你哪路？哦、啊，如果你把那个煮到难吃，你马上不敢当的人物啊。你脑子的，把这猪肉放起来，你上不敢当了。我也要。你嘛，你是不敢当的啦。哦。这一刀一眼，那我快点打个球。你会当卖被他追吗？我可不可以不要买那么多、啊？最少一次三百呢。人在直播啊！我是有在直播呀、啊，快追啦！我可以。我拢我可以。有没有直播啊？没有。我要准备糖果。我
我帮你食卡。我不食个豆腐。不是，你是有只小食，你要食个淡薄的。来，过来，你要食啥？应该也不要什么。你们吃萝卜糕不啦？